我是一只不平凡的喵。去那个最南的岛啊，来带着你去体验那个什么最南边的岛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等下，子睿，我们去体验一下你到了整亚洲最南边的岛。等这也乌龟哦。去找马弹出去。直接踹一下，就弹上去。酸吗？我帮你推啊。给我一下。等一下。还吃的给我。嗯。哦。
啊，晕了晕了晕了。欢迎来到全亚洲最南方的岛。来，看不到你们呢，以为太远了啊。你在哪儿啊？紫薇 ，Hello， 米弟来了。紫薇，我劝你不要玩电话了，姐。接下去哦，哎哦，哎，没有动了，要两个人一起，呀，同步走。所以要开大脚来走啊！Sorry 啊。
是很多，五六次。应该不会很大雨了。